诸菩萨万恒寿楞严经，建业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22面，心恶正明。那么我们这一科呢，是讲到明灭妄明真，立六十圣会转一号。那么这一科呢，在整个本经的修学过程当中呢，佛陀很强调一个字，那就是一个转。这个转这个字的，它的内涵有两个，一个是能转，一个是所转。那么能转的就是我们在心中要栽培的一种修行的力量啊，就是我们啊上一堂课简单说的三见次，这是整个啊戒定慧的内涵啊，是能转。那所转的就是我们内心的啊散障啊、烦恼障、业障、报障。那么在整个所转当中呢，又分成两个内涵，一个是因地的转，一个是果地的转。我们是先求因地的转，然后慢慢的才有果地的啊转变。在这个本经所描述的三件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其实整个修行啊，它这个烦恼障跟业障啊，这个因地啊，我们是先转业力。你看他整个三件事，第一件事的啊这个除助因、刮正性，这两个就是在转这个业力。就是你修行当中，你第一个你对你的身口意的三业啊这个业力你要先转变。啊我们讲身心业果，断恶修善。所以在整个三件事当中呢，首先我们先持戒清净啊，来对治我们的罪业。那么这个时候就把这个业障转成了啊解脱德。其次呢，更进一步呢，就是转这个烦恼障，就是贪嗔痴烦恼的活动啊，就是第三个件事这个违现业了。这个违现业其实就是修守楞严王三昧的言顿直观啊。当然本经当中在对治烦恼，它不是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啊四念处是从一个啊它的作用啊从它的这个贪嗔烦恼的作用去对治，它是从它的体性去观照。所以你看你贪烦恼活动的时候，在本经当中的处理方式就是回光返照，你从什么地方来？我们要去关照这个烦恼，它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它不是从色身而来，它也不是从内心而来。所以烦恼它是怎么样呢？它是没有一个真实体性的。我们讲密心了不可得啊，完全是我们一念的妄想捏造出来的。那我们自己捏造一个烦恼，然后就跟着烦恼走，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内心当中何其自信，本质清净，是本来没有烦恼嘛。所以当我们回光返照的时候，我们就把整个烦恼的根给切断了。那么切断的时候，当然烦恼还会活动，但是这个人慢慢烦恼淡薄了，他慢慢可以开始回光返照啊，心常觉照，不随妄转。所以这个时候烦恼障就转成的波雷德啊，先转业力，再转烦恼，最后就把这个我们最后一个报障生死的五蕴的痛苦的果报转成法身德啊。所以他整个后面的啊修行的位次啊，就是依止三件事转三障而成三德啊。当然他的次第先求断恶修善，
第二个再求返望归正，它是两个次第的。好，我们看经文的心二的证明。那正式的说明了、三件事的内涵啊，前面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标列，这个地方是证明。一除诸因，二瓜正性，三违现业。我们先看第一颗除诸因啊，这个除呢就是去除啊，这个诸因呢，什么叫诸因呢？就是造作我们生死罪业的一个助缘，它本身是不能造罪，但是它会引申我们造罪，它是一个造罪的一个助缘，叫助因，这部分我们要去除啊。因何助因？这是什么是我们造作罪业的一个助因呢？啊，提出一个争论，看经文。阿难，如是世界十二类身不能自全，亦是实处。所谓断食、触食、思食、事食，是故佛说一切众生皆依实处。阿难，一切众生食甘故生，食毒故食。是诸众生求三摩提，当断世间五种心菜。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了为什么要除诸因，讲讲他的理由啊，说是在整个三界的众生当中的十二类身当中啊，每一个众生的特色呢是不能够独立自在的生活，没有一个例外。在三界众生当中呢，他都必须要依持饮食而住。那么一切众生皆依食住这个观念呢，是佛陀出世以后提出来的。他提出的当初的一个因缘呢，是当初的一个所谓的自恶外道，外道啊，他就是修苦恨啊，要吃的很少。佛陀就呵责说啊，其实一切众生都必须要饮食才能够相续。那外道说，这个道理很简单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还需要你说吗？佛陀就反问外道说，那你知道饮食有几种吗？外道就不清楚了。那么佛陀就正式说明了啊，一切众生有四种的饮食啊，所谓断食、触食、思食、事食。这个断食啊，这个断这个字呢是变坏的意思。我跟他说，以变坏为相，也就是说呢，这个饮食它吃到我们身体当中啊，它必须要经过一个转变啊，它必须要变咬坏转变，才能够滋养我们的色身，也就经过一种消化的过程啊。那么这个断食主要的是异界的畜生跟人道啊，就是以这个断食。畜食啊，这个畜呢就是促进，比方说鬼神他要去接触这个饮食，那吸起他的一种精气，把他的气啊吸走，然后这个时候鬼神就能够滋养他的色身。所以你看我们供过鬼神的东西很容易腐败，因为他的精气被吸走了，当然我们看不出来啊。所以鬼神是触食啊，他是这个以接触食物那么吸起他的精气来滋养他的色身。这个思食呢，这个思啊，维大师讲他是希望为相，我们一个人心中经常往光明面去想，你看乐观的人他的身体特别康健，他除了我们饮食以外，他多了一个思食，这个食就是有滋养色身的意思。你一天到晚悲观，你就缺乏这个思食了，你经常思维负面的啊。比方说啊，你看我们上次讲过，在这个在这个饥荒的时代，你看他的儿子那个小孩看到挂在天花板上的沙，他把它当作是一个谜，他心中对他存有希望，他能够七天当中不会死亡。又比方说你看曹操带兵啊，他到了那个地方啊，找不到井水，曹操说没关系，在不远的地方有那个梅子林，那个梅子又大又酸，那么大家开始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哎，他的口渴的力量就降低很多。那事实上，梅子没有欠钱啊，他的希望，他以这个希望来滋养他的色身。啊，那么这个施食主要的对象是谁呢？色界天人。色界的天人，他入了禅定以后，他以三昧乐这种法、这种禅业为食，这个是一种施食啊。第四种四时，这个四呢就是执持为相啊，比方说啊，地狱的众生、无色界的众生啊，他们都是也没有断食，也没有住食，也没施食啊，主要靠第八识，这个识就第八识啊，只要第八识没有离开色身，这个色身就不会败坏啊，第八识来执持色身啊，使令这个生命相续。所以佛陀说呢，一切众生呢都必须要依止四种食而住。那么这段佛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你的生命啊的变化跟饮食是有关系的，你吃什么东西啊跟你的身心世界有关系，他下面会说明啊。所以一切众生食甘故生，食毒故死。所以我们的生命啊，你吃到一个有滋养的色身，你的生命相续；你吃到有毒害的东西呢，你生命就会断绝。那从这个道理当中就知道了，你今天要在内心当中成就一种三摩地，一种止观的力量，你就要断除啊对这种修习止观有障碍的五种心态。啊，这五种心菜诸位过去在菩萨界也学过了啊。第一个是蒜，大蒜；第二个是葱啊，就是我们家里面那个葱，加葱；韭啊，这个韭是韭菜了；第四个芥，这个芥就是小蒜啊；还有辛芪，辛芪我们台湾没有，所以就没有翻译啊，只有印度有。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我们的内心的变化跟你的饮食有关系啊。从一个深谙道融的角度，你一定要断除啊五种心菜，因为你吃五种心菜，你会产生一种躁动啊。那下面会说明理由。是五种心，熟食花饮，生淡增慧。就这五种心菜呢，如果你把它煮熟来吃啊，会引生我们的心中的贪欲。假设你生是呢增长嗔恚，所以这个五心呢对我们的整个法身慧命呢会有这种毒害的作用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我们吃五心呢会引生内心的邪恶的力量。第二个呢，它会引生外在的邪恶力量，它产生内外的邪恶力量，看外在邪恶力量。如是世界实心之人，众人先说舌不精，十方天仙嫌其臭秽，贤劫远离，诸恶鬼等因彼十次世集成文，常以鬼住，福德日消，长无利益啊。所以这个人经常食五心啊，纵然他能够先说大乘的经典啊，那么本来讲大乘经典应该要诸天啊、诸仙啊、护法神都应该来护持才对啊，但是他因为食五心的关系啊，他口中有这种五心的臭秽的味道，那么诸天诸仙呢因为这种臭秽啊就不肯过来护持。那么善神没有过来护持，这个问题就严重了，诸恶鬼等因彼十次视其成文。那么反过来，那种比较属于这种啊邪恶的鬼道众生啊，他们最喜欢这种五心的臭秽，因为他们是一种比较啊等级比较下劣的，所以当这个人吃完五心以后呢，他就去记视其成文，这个视啊，就用这个舌头啊去卷取食物啊，去卷取他这个嘴巴当中这个啊剩余的这个五心的味道。所以食五心之人是经常跟鬼道众生啊同住，所以慢慢的福德日消啊，就很难增长自己的功德。
这个我们说啊，近朱则赤啊，近墨则黑。你跟那些劣下等的这个鬼道众生在一起啊，当然你的福德就慢慢的啊消减啊。那么更可怕的是下一段哈。是时新人修三摩地菩萨天仙十方善神不来守护，大力魔王得其方便，现作佛身来为说法，非毁境界，暂引入此。那么这个十五星之人，他既然得不到诸大菩萨还有诸天跟仙人乃至于十方善神的守护，这个时候大力鬼王就得其方便了。大力鬼王比较严重的当然就是色界的摩西所罗天啊，或者异界的波旬。那么他呢看到这个呢会演说大乘经典啊，就要破坏他的功德啊。怎么破坏呢？就变现做佛陀之身来为他说这个邪恶之法。说什么邪恶之法呢？啊，非毁境界暂引入此，先破坏他的戒恨，再破坏他的自戒。他呢就说呢啊，说这个不必要持戒啦啊，所谓的大雅不拘小节，就是说啊，大乘菩萨修习这个功德啊，我们不必修声闻戒啊，这个是毁破戒律。第二个赞叹这个贪嗔痴，就是戒定慧，你行贪嗔痴就是在修戒定慧。那这个地方我们要说明一下哈，我们在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啊，我们一再讲掉的，大乘菩萨观我空法空的时候是不坏假象。所以你看我们在观啊一切法即空，下面是怎么样？一定要讲即假。你观一切法空，你不能毁坏因缘果报的差别，这个叫即假，然后即种。所以他这个大力鬼大力魔王呢，就来说一些哈断灭空的思想，来破坏他的戒恨，来破坏他的正见啊。所以这个人到最后呢，命中自为魔王眷属，受魔福尽，堕无间狱啊。所以这个人十五星呢，因为的十五星的关系啊，经常跟鬼道众生在一起啊，就受到鬼道众生的误导啊。以后就变成魔王的眷属啊，啊，中品的是魔民啊，下品的魔女啊，就把他今生所修的功德呢，啊，转成有漏的这个魔业，那么这个福报享尽以后呢，就直堕无间地狱了。看这个结释千修，阿难修菩提者，永断五心，是者名为第一真进修行见识。所以佛陀啊，告诉我们修守楞严王三昧的要永断五心啊，来保护我们的内外的善根。好，如果你看这个止观的书啊，不管大乘止观或者小止观啊，都会讲到一个观念哈。当然我们一般人修福报，那你就什么都没关系啊，你整天跑来跑去的啊，很躁动啊。但是你开始要培养心中一个正念的观照的时候啊，你就要开始注意你的所吃的东西。为什么这样讲呢？说吃东西跟修行有什么关系呢？在经论当中讲一个观念说，根明净故是明净，就你这个六根啊，你的色身啊，要特别的明了极净啊，你释放出来的内心啊，也特别明净。你六根很躁动，你吃这个东西啊，吃的油炸的或者是啊非常的辣非常的甜，你的色身感到很暗顿，你的心事也会暗顿，因为你的心要依止根嘛，我们的明了心是不能单独活动嘛，你要依止根才能够产生明了作用嘛，那你依止的根它躁动，你的心也躁动，它是有关系的。在本经当中呢，讲到这个饮食啊，佛陀很明显的讲到修止观三个东西不能吃啊，在这个前后都讲到，第一个不能吃众生肉，第二个不能饮酒，第三个不能食五行
这三个你吃下去，对我们的善根呢、啊、都会产生破坏。啊，这个就是除助因，它本身不是造罪的因，但是它却有助长造罪的因缘。啊，这个是要注意的。啊，看第二段的瓜正性，这个瓜呢就是去除的意思了哈。这个正性呢，就是它正是我们啊业果相续的根本，这一切恶法的根本就是正性。这个地方的正性当然主要就是杀盗淫妄啊。看经文，因何正性？这什么叫做这个啊正性呢？当然，如是众生入三摩地，要先严持清净戒律，永断淫心，不掺酒肉，以火进食，无惮生气。阿难，是修行人若不断淫，即以杀生。出三界者，无有是处。当观淫逸，犹如毒蛇，如见燕贼。那么佛陀首先先总标了，就是你想要证入大乘的三摩地，你要以持戒清净来当作根本。啊，持戒是止观的根本啊。那么这个持戒，当然本经的持戒啊，应该怎么持？它下面说明啊。第一件事情，永断淫心。在本经当中呢，对于这个杀盗淫妄啊，它对于两个戒是很重视的。第一个是淫戒，第二个是杀戒。这两个对生死轮回都是很强大的力量啊。那么当然这个杀跟淫当中又以淫作根本啊，所以要先永断淫逸之心啊。那怎么断，他后面会说明。不掺酒肉啊，你不要去吃酒啊，因为这个酒啊会使令我们心性猖狂啊，这个酒会乱性啊，你的酒吃下去以后，你的心就很躁动很放逸。这个肉啊，这个肉呢，你吃肉以后产生命债啊，你来生就要偿还肉债。以火进食啊，那么这个他这个持戒的第三点呢、啊，就是你不能够吃这个生的东西，要用火把菜煮熟了啊。那么无惮生气，你不能够去吃有生长功能的东西，比方说水果里面的籽。这个地方是不能吃的，它有生长功能，它有生气，为什么呢？要增长慈悲。好，那么这个地方提出了四点啊：永断淫心，不掺酒肉，以火进食，无惮生气。好，阿难，是修行人若不断淫，即以杀生。出三界者，无有是处。啊，就是你有志于要出离三界呢，杀生跟淫逸这两个是最严重的。那么这当中呢，又以淫逸最为根本。从一个生死轮回来说啊，这个淫逸最为根本，从自利的角度最为根本。那应该怎么办呢？当观淫逸犹如毒蛇，如见燕贼。就是我们在对治淫逸的第一件事情啊，要思维淫逸给我们的过患啊，它就像这个毒蛇啊，它毒害我们的法身慧命，就像冤贼一样啊，夺取我们心中的功德法财。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你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要努力的积集你的波罗蜜的功德，因为波罗蜜让我们身心得到安乐。第二个，你对于已经成就的功德要加以保护。你看有些人他很会赚钱，但是他钱留不住，他的整个钱完全落失掉了。为什么呢？从经典上说，第一个，这个人他不知道断除淫逸；第二个，要断除嗔恚。所有的对我们功德最破坏的两件事，第一个就是淫逸的心，第二个是嗔心。一个就像盗贼一样，一个嗔心是嗔心，就像大火一样。所以我们不但会赚钱，但起码我们、啊、赚到的钱就要把它守护住、啊、
第一个是一念，第二个是嗔心啊。那么应该怎么做啊？前面是讲它的一个持戒的内涵，那么这个持戒的方法次第，看下一段。先持声闻四气八气直身不动，后行菩萨清净利益直心不齐，境界成就则一世间永相生相杀之业，偷劫不行无相负累，一世间不还宿债。那么在本经当中，佛陀讲到这个持戒的次第啊，第一个先持声闻戒啊，就比丘的四众，比丘尼的八众，使令我们身口七支呢能够直身不动。这个直身不动啊，它的一个动力的点啊，当然主要是从业果的思维。我们刚开始持戒啊，是害怕这个罪业会带给我们痛，就直身不动，就是我不敢犯戒。为什么呢？这个犯戒会破坏我的功德啊。那么进一步呢，就是从菩萨戒的这个心地戒当中呢，直心不起。你慢慢的要从，所以菩萨戒它这个每一个戒它有止观的力量。所以你看我们过去讲菩萨戒，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地，一定是什么呀？受菩萨戒，你要先成就菩萨种性啊。菩萨种性有两个内涵，第一个是菩提心，第二个是空正见啊。所以这个菩萨戒，它每一个戒法都有止观的力量啊，直心不起了。他念念当中啊，回光返照，正念真如，开始不随妄转。当然刚开始你先从这个事项上的持戒，再求心地上的持戒啊。那当我们大小乘的这个境界成就以后啊，那么这个时候在世间当中啊，就没有这个相生相杀的业报啊，淫心断就没有相生啊，嗔心断就没有相杀啊，乃至于偷盗跟妄疑都不现前啊，就没有这种负债跟欺狂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就不用在世间当中啊，再来世间啊，来偿还过去的业障。好，所以你这个杀盗淫妄呢，基本上啊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啊业果相续，你有这个业啊，就产生来世的果报。是清净人修三摩地，父母肉身不须天言，自然观见十方世界，睹佛闻法，亲奉圣旨，得大神通，有十方界，宿命清净，得无艰险。这个地方是讲到我们持戒的功德。那么如是持戒身口意清净之人啊，这个地方包括了啊直身不动，也包括了直心不齐。那么在持戒清净的基础之下修三摩地，那么你就依止你父母所生之身，也就是说你不必经过来生的转世了，也不需要天眼，你就能够得到相似的五种神通。第一个自然观见十方世界，这个是相似的天眼。他这个地方啊的天眼呢、啊，不是果报的天眼，也不是禅定的天眼，是持戒清净、修学大乘三昧所引申的一种相似的天眼。睹佛闻法，这个是相似的天耳。那么这个闻法当中呢，我们就能够亲自的去承奉啊佛陀大乘的旨意。得大神通，这个是相似的他心通，有十方界啊，游行在十方世界，这个是相似的神足通。宿命清净，这个是相似的宿命通，能够了知过去啊我们多生多劫的事情而无有障碍。得无艰险，这个地方的艰险是指的我们生生世世不再堕落三恶道当中。四者名为第二增进修行见次。那么这个瓜正性呢、啊，就是主要当然是持戒清净啊。
这个持戒清净在这个地方讲到两种功德，第一个成就相似的五通，第二个不堕恶道。这个不堕恶道我们讲是讲一下哈，菩萨呢在什么情况是不堕恶道？在一切十六念上说呢，菩萨道的内心当中啊，成就一种菩提心坚固的时候，他不堕道。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这个菩萨的菩提心啊，它会产生一种真上惭愧。虽然这个菩萨烦恼没有完全断尽啊，但是呢他内心当中对于这种善法产生强大的好药，对恶法产生强烈的厌恶啊，宠重嫌善，轻讥暴恶。那么这种菩萨呢，他是怎么样呢？虽作恶业，速即能毁啊，若堕恶趣，终不久留。他即便一时造了恶业，因为他对恶业非常的厌恶，他马上能够忏悔。即便他因为某种恶业到了恶道去啊，他是一种我们讲弹球地狱，他马上弹出来，虽堕恶趣，终不久留。因为他那个菩提心特别坚固啊，有这种真上惭愧的力量。好，那么当然这个地方跟持戒是有关系的啊，持戒是帮助我们菩提心的啊。那么这是讲到瓜正性。瓜正性呢，包括啊持身不动，也包括持心不起啊。我们看第三个违现业啊，这个违背就是不随顺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前面两个，一个是啊断五心，第二个是持戒，这个地方就讲到修习止观了。就是以这个止观的力量呢，来违背我们的生死的业力。这个生死的业力是说啊，我们依止六根去攀岩六尘，产生这个六识。这个六识呢，就是起惑颠倒的根源。所以你看楞严经啊，他在破六根六尘的时候，他主要就是不能让六识生起来。唯识学是唯识学修学止观啊，是根尘碰撞以后，先把事创造出来，然后再来对治。所以这个唯识学它是见识止观，它是在第二义谛的时候对治。那个眼睛它根本不允许你升起六识。他根尘一碰撞的时候，他那个正念真如力量马上要渗进去，他不能让六识生起来啊，所以他后面会讲到根净不偶啊。那么偶一大师说呢，前面的除住因跟瓜正性呢，主要是持戒清净呢，是一种住恨。那么这个地方的违现业呢，正是一个圆通的正恨。就是前面修习圆通啊，看经文，因何现业？这什么是我们啊生死的这个业力呢？啊，阿难，如是清净持境界之人，心无贪淫，一外六尘不多留意，因不留意，闲言自归，沉寂不言，根无所偶，犯六千亿六用不行。那么如是清净持境界之人，心无贪淫，这一段是从前面的瓜正性而来的。也就是说呢，这个前面的受持大小乘清净戒恨的人啊，他呢内心当中啊，慢慢慢慢啊，对于男女的贪爱的意念啊，慢慢的淡薄了。因为他这个直身不动啊，直心不起啊，就算偶尔有一些邪念升起啊，马上能够折心忏而加以对治。所以他对于外在的六尘呢，没有太多的活动
跟放逸，啊，他对于六尘的攀岩呢，相对的减少很多了。我到这个地方，古德的解释还是属于持戒的范围，这个地方还是持戒的范围。下一段就正式修止观了。应不留意闲言自归，这个地方就正式修止观了。那么在这个持戒清净的不对外攀岩的基础之下呢，开始修习圆顿止观，就是旋转我们六根的功能啊，而归于六根的根性。我维大师说呢，这段经文就是前面的出于文中入流王所了。我们六根的作用啊，是见闻嗅尝觉知。那我们在用它的时候啊，你不能随着它的作用而转，你要在作用当中啊，回光返照去正念真如，就是观察它的六根之根性。就是我们常说的，你从什么地方来？为什么我们会见呢？为什么我们可以听闻呢？那个功能从哪里而来呢？所以当我们开始回光返照六根的功能的时候啊，沉寂不言，根无所偶啊，这个时候我们对六尘的攀岩就减少了。那么能对的六根就没有一个攀岩的对象，最后呢？反流前意啊，这个时候这个流，那个流啊，这个流是六根的作用啊。我们以前是一指一心而产生六根啊，那么现在呢就回过来把六根的功能而回归到一心，最后六用不行。关键在这个地方，这个六用啊指的是什么？不是六根啊，是六识不再活动。所以有人说啊，楞严经是破六识，的确没有动到舍识用根，他直接用根照了，他不允许识活动，因为他在六根当中，他就把这个六根门头控制得很好，他六根一动的时候，他是回光返照，所以他脱离的六尘，最后也脱离了六识，最后把这个根的功能带到它的根性去了。那么这段就是讲到玄言自归啊，就是把六根的功能恢复它的最原始的一个本来的相貌。这一段是讲到修止观的一个方法，这一下讲出它的功德。这个地方有三种功德啊，第一个成就广大神通，第二个成就无漏的智慧，第三个是成就三德密藏，最后成就圣道啊。看这个第二段，十方国土皎然清净，譬如琉璃内显明月，身心快然，妙言平等，豁达安稳。这个是讲到我们成就的两个功德。那我们刚开始把六根啊慢慢慢慢的玄言自归以后啊，我们会产生这种六根的功能啊变得更加广大啊，因为六根它不再攀岩眼前的六尘，这个时候它的六根的功能更广大，它能够啊显现十方国土，它一念心当中啊，随它的心愿能够显现十方的清净国土啊，而且皎然清净啊，就是了了分明啊，没有任何的障碍。这种情况好像一个清净的琉璃啊，在里面呢悬着一种啊明月一样啊，这个内外透明，这个琉璃本来就透明，里面放一个明月啊，就是表示我们成就一种广大的神通，身心快然，妙言平等，豁达安稳，这个地方成就无漏的智慧。身心快然啊，这个古德解释说是什么叫快然呢？因为他能够真实的了解到啊，这个大乘的不二法门，他
他在整个六根的回光返照当中呢，他真实的体会到幻化空生即法生，无明实性即佛性。啊，就是我们当下的这个六根，他迷惑颠倒的时候是造业的根本，但是觉悟的时候呢，你看他产生那么大的广大神通，同样是六根嘛。但是你向外攀岩，你的功能反而更少，你回光返照，你功能强大，所以他内心当中非常的快乐，他找到了回家的路。妙眼平等，内心当中产生这种广大的安稳性。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他能够从这个平等的不二法门当中呢，产生一个广大的安稳。这个是讲无漏智慧的升起。一切如来密言尽妙皆现其中。这个时候十方诸佛如来啊，这个密，这个地方的密啊，我倒是讲是法身德啊，法身德。缘是波雷德，这个尽呢是解脱德，等于三德密藏的话，这个妙微妙不可思议，这个三德密藏微妙不可思议啊，就在一念的清净心中啊当下显现。请看他这个六根一，所以我们讲六根啊，你看你开始向外攀岩的时候啊，你的生命呢就变成非常的狭隘。那六根一回光返照收摄回来的时候啊，广大的神通啊，三德密藏就显现出来。同样是六根啊，一个向外，一个向内啊。世人即或无生佛人，从事渐修，随所发行安立生位。那么这个人当下就能够成就啊无生法忍，他对这个无生的真理啊能够安住不失，乃至于依止这样的基础当中呢，慢慢的渐渐的修学啊，随所修的戒定慧的浅深啊，而各自去成就他的这个差别的圣位的差别啊，他的戒定慧越深，圣位就越深。四者名为第三真境修行见持。那么前面的除住因刮正性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它还都是一个生死凡夫啊，虽然成就神通还是凡夫，但是到了这个伪现业的时候啊，它只是转凡成圣了，世人即或无生法忍，因为它的六根的功能转回到它的六根的根性去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把这一段做一个总结。